不好意思，又把你叫过来。你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，那我尽量长话短说。很感谢你之前帮忙完成协会的委托，冒险家协会的风评也变得越来越好了。不过因为这个，愿意来委托协会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冒险家们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。是要我们去当宣传员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有这份心我很感激，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新人加入协会。但现在再去找新人，有点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感觉。我想问问看，不知道你的朋友有时间帮这个忙吗？啊，不不不，你误会了。我明白你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身份，让他们都加入很不现实。这更像是协会的不情之请。总之，我先说明一下吧。现在比较紧急的是这种探索派遣，我们会随时关注城市周边和野外，比如存在潜在的危险，或者秘境又有异常之类的情况。因为不是来自他人的委托，所以没有时间限制。但如果因为繁忙就长期搁置，可能隐患就会变成巨大的灾难。听起来确实很重要。只要他们答应帮忙，剩下的手续交给我就好。那事不宜迟，为你介绍一下目前的探索派遣有哪些吧。你可以随时承接探索派遣，而执行委托的伙伴在此期间仍然可以和你一起冒险。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会花费不同的时间，探索完成后只需要来我这里确认一下成果就好了。随着冒险等阶的提高，还可以去更多更危险的地方探索。这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？是的，当然这也是为了各位的安全着想。再次感谢你的帮助，希望你和你的伙伴能多多承接探索派遣哦。